介绍整个比利时，在1867年的大广场，1873年、1881年、1882年、1883年，比利时的一些文化历史墙，1901年、1902年、1905年市政厅广场，一直延伸到后段，真的是不错不错，可以慢慢的欣赏。